好，我是 Steff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个 vlog 呢，就是拍我这个《天亮请睁眼》翻唱歌曲的幕后花絮，也是我翻唱了这么多歌曲第一次拍 behind the scenes。这次有点特别，因为有 Alan 陪我拍这 MV， 被我拉进来上镜的特别嘉宾。我自己 cue 哦，厉害，辛苦他了，因为他本来今天有工作，但是为了我的 MV， 他请假了一天，就做一个简单的 vlog 给大家看。第一次画眉毛哎，怎么感觉？好看吗？很格。很格哎？会也不会啊？是这样的。画眉毛是这样的。上镜就不会啊。因为你第一次画眉毛，我就觉得你一定会吓到自己画的眉毛。哇，王一博的发型哦。现在来到了 Fabu Cafe， 就是我们今天的拍摄场景，然后找了一家我朋友的 cafe。现在呢，他们在 set up 这，这里呢就是我的导演伟俊，嗨。哇，好暗哦！为什么这样暗？他呢，就是帮我拍了50个 MV 的导演，真的真的，几乎所有的翻唱 MV 都是他拍。一年前那一个啊，还有一个是很爆的，就是有 10 million views， 耶，掌声鼓励。然后这个是新朋友阿亚 ，Hello。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要跟 Steffi 讲价钱。嗯、什么鬼啦？有啦，慢慢啦，慢慢啦，我们互相加油 ，OK。多支持 Steffi 才有。对呀、啊，才会有 job。对，对对对，他第一次演戏，大拍摄了。现在已经12:30了，可是还没拍到什么东西，才拍了一个歌曲的开头。本来约10点，结果我们10:30才开始 set up 这样子，然后就12:30了一下子。这次的翻唱 MV 好像算是用最多灯的一次。哎，还有一个大灯。后面，因为之前我们的 MV 就是都很简单，可能就伟俊一个人，然后我一个被拍，他拍我就搞定了。可是这次呢，因为我们在室内拍啦，所以这次的 MV 就是有精心的准备一下下。有人帮我化妆弄头发就是好，又逃走了，好认真哦。现在换第二套衣服了，然后还有换一点点发型。哒啦，又是他，阿宝是。现在要弄卷，因为刚刚植发的时候看到我太胖了，弄卷的话还比较适合我，我觉得，对吗？减肥了，是减肥比较重要。还没有消肿哎，这么晚了，哎呀。他们在讨论剧情，临时才来想剧本，我们就是这么的 chill。 这里呢借的 cafe 呢就是我的好闺蜜的男朋友的店，他叫 Samson， 谢谢你借我这个地方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呢他现在也在帮我们兜着我们MV 会出现的一个小道具，他们店的一个产品 GeForce Go、就可以把你的video 然后变成一个 physical 的实体，然后就可以放在家里自己摆美了。等下我们做好成品再给大家看。对，我突然拉来了 Samson 帮我拍几个 scenes。 OK， 今晚你的男朋友上镜了。现在呢已经不知道换了第几套衣服了，我们现在是最后一个 scene， 可能就回去拍对嘴了。可是现在呢几点？现在几点？3:30，3:30会不会来不及啊？我们想要在天亮前拍完那个对嘴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成果，它就好像一个 boomerang 这样，要走快才看得出。哎呦哎呦哎。OK 哦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 Fabu。 我们现在在 cafe 的 scenes 已经完了，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场景，但是不确定会不会拍得成，因为现在天已经很暗了。 Morning， 今天是拍摄的第二天，本来是想要昨天就是完成整个 MV 的，但是天气不好的问题，所以就
只好 postpone 到今天。就之前 MV 呢都是一天就拍完了，而且可能几个小时就完了，可是这一次就是需要用到两天。今天呢我们只有三个人，所以今天 Alan 负责帮我们拿反光板。我们拍了两个小时，拍了两个小时，今天也是非常的快速。我的声音沙了，我刚对嘴的时候喉咙一直卡在中间，这样子就好辛苦。感觉如何？第一次参与我的拍摄，啥感想？你们要给予我的 VP 多多的支持，因为他非常的用心在筹备这个 MV。耶，我们的 MV 拍完了。生日。耶，又是一个简单的 MV。没有简单。觉得我们团队很小，但是可以拍出很好的 quality， 因为有他。伟俊，谢谢 Alan 帮忙做助理，谢谢宝宝，那谢谢大家，拜拜。